Okay, I got it. Get it. Got it. 好的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大声朗读。现在，人以前都可以是吗？晚上好，我是雪飞老师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32天。好，大家一起说。晚上晚好，我叫上小好，雨，我是，今这天是是我，我这是今我天的参加大声朗读朗第读十第十二二天。天，我们已经第32天，1个多月了。谢好，谢。我们今天呢，大家一起读的第一首小诗歌是一首童谣，它的名字叫做《摇摇摇》。这个呀，我们老师摇小的摇时候都读摇过，来一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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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
摇，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。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。外婆买条鱼烧烧。外婆买到鱼烧烧。头不熟，尾巴焦。头不熟，尾巴焦。盛到碗里噼啪跳。盛到碗里噼啪跳。白米饭，鱼汤嚼。白米饭，鱼汤嚼。宝宝吃了又来摇。宝宝吃了又来摇。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。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。外婆叫我好宝宝。外婆叫了我好宝宝。糖一包，果一包。糖一包，果一包。还有团子，还有糕。还有团子，还有糕。好的，我怎么看到米娅好像静音了，我们把米娅给打开好不好？今天米娅是领读的小朋友，来，我们再来读下一首。下一首的名字呢叫做蘑菇。大家都吃过蘑菇吗？我不喜欢蘑菇。嗯，有小朋友喜欢吃蘑菇的。我们来读这首蘑菇。蘑菇，蘑菇，蘑菇是蘑菇是寂寞的小亭子，寂寞的小亭子，只有雨天，只有雨天，青蛙才来躲雨。青蛙来躲雨。晴天，青蛙走了。晴天，青蛙走了。亭子里冷冷清清。亭子里冷冷清清。我要看这个白雪公主宝宝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读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一首诗的下半部分，跟老师一起读。行路难，行路难，下，下，唐李白，唐李白，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地路难，起路难，地路难，多歧路，今安在？多歧路，今安在？长风破浪会有时，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下一首。那一首呢也是唐朝大诗人柳宗元的一首诗，我们来一起读。柳宗元这首诗的名字啊叫做江雪，一起读。江雪，江雪，江雪。唐柳宗元，唐
柳州园，千山鸟飞绝，芳芳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万径人踪灭。你听好了啊，孤舟蓑笠翁，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，独钓寒江雪。好，很棒，我们来下一首。下一个是一个现代诗，这首诗的名字啊叫做阿山好大，我们来一起读，跟老师一起读。阿山好大，好大，阿山好大，从泰山顶上，从泰山顶上，撤到半山腰，撤到半山腰，天已经暗下来，天已经暗下来了，望着远处，望着远处，山崖上的石刻，山崖上的石刻，孩子们，孩子们，异口同声的，异口同声的念叨，念叨，阿山好大，好大，阿山，阿山好大。我觉得奇怪，我觉得奇怪，仔细一看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，原来是，原来是大好山河，大好山河。孩子的念法，孩子的念法，缓解了，缓解了我对那些所谓的，我对那些所谓的雅士们的厌恶，雅士们的厌恶。好，非常好，我们再来下一首，还是这个小，还是这个诗人写的，名字叫做，有小朋友在举手，有什么事情啊？名字叫做压力，我们来读这首诗。压力，压力，嗯，压力，压力。好，我们来看压力怎么说。从江油诗会返回的路上，从江油诗会返回的路上。哇，帅，你读的真的很棒。可能让老师把这个曾子山的静音要解除一下，他已经被静音了。领读小朋友，我们继续啊。我和两个写诗的女儿，我和两个诗写的女儿，说起李白二十四岁，说起李白二十四岁，仗剑出川，仗剑出川，远游四方，远游四方。他的商人爸爸，他的商人爸爸，出金三十万，出金三十万，给他做盘缠，给他做盘缠。女儿问我，女儿问我，这三十万，这三十万相当于现在多少钱？相当于现在多少钱？我说有人算过账，我说算过账，按当时的物价，按当时的物价，可以买下三十万担大米，可以买下三十万吃大米，一担是一百五十斤，一担是一百五十斤，也就是四千多万斤，也就是四千多万斤，约合现在一个亿，约合现在一个亿。说到这里，
说到这里，我和孩子们都沉默了一下。我和孩子们都沉默了一下。这个故事讲的什么？李白原来是一个富二代，非常非常的有钱。他24岁，爸爸给了他1亿，让他去仗剑走天涯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下一首《摇篮歌》。摇篮歌。对，我们今天读第四部分。不怕他北风树枝上鸣，不怕他北风树枝上鸣。放下窗子来关起房门，放下窗子来关起房门。不怕他结冰，不怕他结冰。十分寒冷，十分寒冷。炭火生在那，炭火生在那。白铜的盆，白头的人。睡呀宝宝，睡呀宝宝。挨着炭火的温，挨着炭火的温。好的，我们再来看下一首年龄的问题。这一首现代诗跟老师一起来读，它的名字叫做年龄的问题。年龄的问题。爷爷的年龄。写在脸上的皱纹里，写在脸上的皱纹里。马儿的年龄，马儿的年龄。嚼在嘴巴的牙齿里，嚼在嘴巴的牙齿里。树木的年龄，树木的年龄。藏在肚子里的年轮里，藏在肚子里的年轮里。老师，那么池塘的年龄，那么池塘的年龄，是不是画在？一圈圈的涟漪里，一圈圈的涟漪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首。下一首又是唐朝诗人的诗，我们来读，它的名字叫做鹿柴。鹿柴。唐王维。空山不见人，空山不见人。但闻人语响。返影入森林。复照青苔上。好，这是一首唐朝诗人的诗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读这首小儿歌。这个之前我们也读过，我们今天再来读一遍。它的儿歌的名字呢，叫做《两个名字》。两个名字。青蛙告诉竹子。青蛙告诉竹子。它有两个名字。它有两个名字。小时候叫蝌蚪，上学了叫青蛙，上学了叫青蛙。竹子告诉青蛙，竹子告诉青蛙，它也有两个名字，它也有两个名字。小时候叫笋儿。小时候叫笋儿，上学了叫竹子，上学了叫竹子。青蛙哈哈哈，青蛙哈哈哈，竹子嘻嘻嘻，竹子嘻嘻嘻。去问问还有谁，
去问问还有谁？也有两个名字。也有两个名字。是的，那我们现在小朋友是不是大家都有两个名字啊？至少菠萝还有 Apollo。嗯，好，我们再来读今天的最后一个了，应该是啊，我们来把这一篇读了。其实这一篇我们之前也是读过的，名字叫做《空中舞台》。空中舞台。雷叔叔的胳膊粗。雷叔叔的胳膊粗。乐队里专敲架子鼓。乐队里闪电阿姨腰儿细，闪电阿姨腰儿细，空中舞台跳霹雳，空中舞台跳霹雳，咚咚咚，咚咚咚咚，刷刷刷，刷刷刷刷。演出现在开始了，演出现在开始了，很好。哎，我们今天还有一首，还有一首，这个小诗名字叫做《摇篮》，跟老师一起读《摇篮》。摇篮，摇篮，嗯，摇篮。天蓝蓝，海蓝蓝，天蓝蓝，海蓝蓝。小小船儿荡摇篮，小小船儿荡摇篮，海世家浪作伴，海世家浪作伴，白帆带我到处玩，白帆带我到处玩。好的，我们今天读了非常多的诗歌。那今天我和23个人一起大声朗读，我觉得我很幸福。好了，现在老师把小朋友们全部都。我觉得我好激动。哦，你觉得你好激动？我觉得我好幸福。我觉得我很开心。嗯，帅小朋友读得特别的好。现在。那我们在结束这个今天的大声朗读之前，我们明天呢是小韩老师要带我们一起大声朗读。那么明天哪个小朋友愿意报名参加我们明天的大声朗读呢？